都说什么这个奖项是死亡之组，每个奖项哪一个不是竞争那么激烈，都是死亡之组，看最后谁活得比较快乐，他可以挖你啊，对不？得奖的是第58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综艺达人们，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。主持的风格符合综艺特色，节奏明快，幽默风趣，主持群适时的互补，也能将参与的来宾融入在节目的节奏之中，让节目整体充满轻松、幽默与流畅。恭喜综艺大热门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、黄璐、子英。啊，说了，我掌握时间啊，因为我是今年的配菜。我说了，我们有鸡腿便当，有卤肉便当，有鲜鱼便当，但是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是白饭，所以交给我们的主菜来讲讲话。第一次得奖的陈汉典，感觉很怪，感觉很怪，哇，太长了，太长了。我是第一次得奖，所以要感谢的人比较多。今年是我出道第18年，这个奖真的很难拿。它算是我出道的成年礼。这个奖提醒我不要忘记我出道第一天的热情，我会继续保持这个热情，然后继续的做下去。我要感谢的人很多。谢谢评审的鼓励，谢谢三立电视台，谢谢小汤哥找我主持大热门，我也要谢谢制作人 Dennis 跟 Amber， 还有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陪我们熬夜，但是我们录得很开心。还有我要谢谢我最爱的搭档宪哥还有露露，跟你们一起主持很幸福很幸运。然后我要谢谢非常非常多人，我要谢谢伟忠哥跟詹哥，让我有机会进入演艺圈。我要谢谢 S 姐跟康永哥，让很多人认识我。我要谢谢曾经照顾过我的郭哥、B2 哥、欧弟哥、大卫哥、永璇、小贤，还有我的经纪人 Ashley。感谢我的父母，还有我的家人，谢谢你们给我满满的爱，然后无条件的支持我。以上感谢的这些人都让我觉得我不是孤单的。就跟我的新歌一样 ，solo so long， 但是这不重要，但是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不可能，重要的是，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收看综艺大热门。好，来来来，人家谢谢汉典，谢谢评审，谢谢三立，谢谢好看娱乐，谢谢大热门的团队。我觉得，这个节目到现在10年了，我谢谢。这个奖，然后让我跟我台上这两位家人一起拿到这么重要的，谢谢。爸爸妈妈在那里，爸爸妈妈在那边。我从22岁到32岁，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就像一趟很神奇的旅程，很像实境节目一样。谢谢你们，我这个是一个充满爱，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工作环境。希望我可以透过主持，然后把这份温暖送给你们。谢谢观众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综艺大热门阿希豆。谢谢颁奖人。恭喜得奖者。